哦啾啾班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啾啾班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啾啾班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啾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啾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啾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三十三集。偷袭，基地危在旦夕。哎呀，那个幸福救援中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连个牌子也没有啊？喂，哦，你知道幸福救援中心在哪里吗？幸福救援中心，不就在你的脚下吗？啊，脚下？啊，竟然在下水道里？怎么这个幸福救援中心这么潦倒啊？哎呀，臭死了！不好，快跑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可恶！啊，天哪！哎呀，脏死了！啊，原来幸福救援中心在这个鬼地方啊！哎呀，这里真是脏死了！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我死也不会进来的。啊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这里就是幸福救援中心的总部了吧？真是简陋啊！哎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？难道他们都去救小红帽的奶奶了？不在也好，先把这里炸掉再说。啊，你说炸什么呀？我说的是爆炸性新闻呢。你是谁？我看你好面熟啊。你好，我是童话新闻的记者，我采访的节目收视率很高的。请问你为什么加入幸福救援队呢？这位大婶儿，你的麦克风很吓人呐。不好意思，我拿错了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请说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好，我是波比少爷，我的爸爸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。请说重点。其实本少爷加入幸福救援队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我老大超人强加入了救援队，二是因为救援队很穷，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没钱的生活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真是不堪一击呀！用这种招数对付他们，比战斗管用多了。这小子刚才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的。哎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通道吧？秘密通道开关。没想到这么简单呢。这就是幸福救援中心的内部吧？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呢。真是深藏不露啊。
健康号飞艇。哼，这帮臭小子竟然已经激活了飞艇，确实有点本事，不过看样子操作还不熟练。这架就是健康号飞艇吧，超人强先生。哎，超人强。什么声音？哎，超人强先生你好啊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童话记者的新闻啊。不，我是童话新闻的记者，想对你进行采访。我正在训练，没时间接受采访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超人强先生，只要2分钟就可以了。哼，我一秒钟时间也没有。哎呀，可恶，我的迷魂麦克风派不上用场了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接把你打倒好了。哼，雪人机甲出来吧。让你尝一下我雪人机甲的厉害！哎，冰冻射线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飞艇怎么会突然失灵？而且温度也降低了。超人强，你被冻在了冰块里都不知道吗？真是个笨蛋。冰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哎呀，你真是有眼无珠啊，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白雪王后吗？白雪王后，又是你，你竟敢到救援中心撒野，真是自投罗网啊。自投罗网？口气倒是不小，就凭你这点本事能抓到我吗？你现在还冻在冰块里，马上就会被冻死了。可恶。超人强，怎么样，一会儿你就会越来越困，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没有知觉了。哼，我当初为了修炼强健的体魄，每年都坚持冬泳，而且还光着身子翻过5座雪山，想冻死我没那么容易。什么？竟然能逃出来？就凭你现在的驾驶技术，就算能逃出来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和你对战简直就是浪费我的时间，让我把你了结吧。受死吧。好强的攻击力啊。
健康号的飞行形态根本就不是白雪王后的对手，可恶！哼，今天我就让这里变成你的坟墓！呀！哎呀！嗨！哇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如果你现在求饶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啊！想不到你这小子还能动。呀！哈！哎！哎！啊！呀！嘿！啊！我的臭小子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绝招吧！无敌旋风扫，嗨！啊！无敌旋风扫，嗨！哈哈哈哈哈！被我的绝招击中，就算不死，也会被变成残废。我就让你和这个基地一起炸成灰吧，让我把这里彻底的毁掉。哎，让我把这里彻底的毁掉。哎呀，再这样下去这里会被毁掉的。我一定要阻止他！哎，哎，哎！啊，这臭小子居然还能动！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！哎，哎呀！凭这样的三脚猫功夫，还想阻止我？哎呀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只要把这颗炸弹设置好，幸福救援中心就永远变成历史了。勇敢向前进，前进有奖品，我要跑第一，要开飞机，要电视机，要 CD，要 MP3， 要冰淇淋，要人民币，不要太贪心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后空翻两周再敬个礼。天南地北不放弃，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。圆头、圆脑、圆肚皮，里面是生命。我们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